好了，可以开动了，各位。可以是吗？哇，真的是等很久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香姐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法式料理圣经。这个系列呢，就是会挑战你把这本法式食谱书给它做完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做一道超好吃的炖肉料理。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食材。你自己说啊。那我们也会一起实测这个 Beautymate 的光影塑形粉霜，还有星耀修颜粉底。希望等一下上完菜之后，我可以还是保持这么水水的状态。今天要煮的是美容蘑菇炖鸡，搭配粉红酱芦笋炖饭，怎么样，老弟？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好饿，但是呢，好的。先来煮一锅水，烫芦笋要用的。现在我们要让这个芦笋阿嬷进化成美少女一般可口。今天我的装备也要稍微升级一下，我决定来有一点厨师的样子，看起来会比较专业一点呢、啊。水滚了，可以让我们的芦笋下地狱。一些些的盐，拉匀一下了，就可以把它们进去了哟。做菜就随意嘛，干嘛那么严谨呢？刚好像有人说是要认真一点，穿了一个厨师装。圣经料理食谱 ，Oh my god！ 我在看到那本书，我就很害怕。Yuki， 你都不等姐姐煮完再出去啊？我说等不起了。主角鸡胸肉，我们要让它晋升，多余的水把它擦干，给它撒上盐巴、白胡椒，平均的撒在鸡肉的表面上，你才不会吃起来某一块特别的咸。这感觉是妈妈常干的事情。挤上一点点的黄柠檬汁，翻身，重复一样的动作就 OK 了哟。备料备差不多了，经历这一番的时间，到现在是不是还是长得美美的呢？才忙这么久，我看起来不够认真吗？在吃。如果你想要漂漂亮亮的在厨房的话，那你事前一定也要先帮自己备料。今天呢，我帮自己备料使用到的工具是歌剧魅影的三效粉霜跟七秒粉饼。我的肤质是混合肌加敏感肌，有些地方偏干，有些地方还会出油。先使用三效粉霜来让我们的脸进行修图的动作，使用手指来选取比较深的颜色，点在痘痘跟暗沉的地方，基底色来点在黑眼圈上面。这样子就算你煮饭煮了12个小时，别人就会觉得你好像一点都不累。装上这个粉霜，它也完全不会卡粉。打亮使用这个比较浅的颜色，白皙肌肤的话就可以使用这个台湾的限定颜色。有修图完成之后，你就可以开始进入快速变身的动作。那我呢，就会使用刷具沾个几下，就可以快速的。就算你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你的底妆，它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无瑕柔焦，完全不会干。好的，现在就要进行煮菜动作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看来是我们主食参与的意愿不是很高。先把奶油加下去，奶油冒泡之后呢，可以把我们的鸡肉放下去，每一面沾附到奶油，稍微煎一下下就可以了。我先让它到旁边休息一下。关火之后，食谱上面是说再加入1大匙的奶油。我是为了让它更好吃，所以一定要遵照食谱上面的做法。不然会变一坨油。我的脸不要油就好了呀。饿哦，真的好香哦！看你以后可以来帮我代班了。
加入一些酒，就需要它这个响滋滋的声音，要把它的酒精不断挥发掉之后，就会留下酒的香气。加入一点点高汤，高汤呢也是我们从早上熬到现在。好啦，知道啦。饿啦。加一些盐巴调味。哇，这个蘑菇爆炸香哎！不可以吃蘑菇。一个啦。超好吃。超好吃吗？煎好的鸡肉先给它抬上来，这个酱哈倒上去，覆盖它，让鸡肉浸泡在这个可口的酱汁里面。好饿哦，六点了，饭都还没开始吃。太快了，相信你。我信你个鬼呀！那现在呢？哎呦，你不要吵啦！在煮顿饭可能要花一点时间，所以我想要顺便来实测你的底妆会不会粘到口罩上面。我这样戴口罩还是比较开心。戴口罩就很美啊。洋葱给它下下去，炒到金黄色之后，加入一些些番茄丁酱，加一下我们的炖饭。精华鸡高汤给吸收进去。妈，我要一个。好，你在干嘛？没有，我只是看它熟了。你觉得它熟了吗？我觉得看起来很好吃啊。那我们试试好吗？好好，试试试。你先好了，免得我被骂。你们给我差不多一点，还是没有肉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在煮饭，你们给我翻冰箱的食物来吃。你知道我们从早上点。天哪，这不是饿死鬼！我要盖套吃蘑菇。没有，有没有松露酱？有个松露酱更新。你不要擅自更改菜单好不好？现在呢，我们要来把蘑菇酱稍微给它浓缩一下之后，我会再加入鲜奶油。看到那么多奶油了，也不差那些奶油。浓缩到一个差不多的状态之后，你就可以请鸡肉一起加入它们咯。稍微粘附一下，给它一点热能之后，就可以先让它到旁边去休息。吓死你了！吓死你！请安静，不然就讲一些有建设性的话。走走好了没？既然你们这么闲的话，我跑去洗一洗，给你们看一下我口罩它现在长什么样子。干净吗？你完全一点粉都没有哎！那我们来试看看这样。天，再洗一点是不是？蘸油吗？但有出油吗？我现在超热的，可是我应该没有出油吧？现在自然的皮肤的光泽感。现在试吃一下这个酱。我帮你试试。不用不用。不行啊。好饿哦，对不对？手肚太好吃了，我要一个，那我想吃什么呢？你还好吧？终于煮完了，好累哦！我以后再也不做肉的料理。在这个充满油烟的厨房里面跑步几个小时，我脸竟然还可以长这个样，看不出来精神不好。现在我的脸可以不会大爆油到可以煎牛排那种感觉，应该是我撑住法式料理学妹妹的圈。真的有差哎，看起来到现在都是很好，而且很自然。好吧，真的是很真心的夸赞我的妆容。根据那个七秒粉饼，在我试用下来，加上今天的实测，越用越满意。好 ，OK， 我就快饿死，我要吃东西。好了，可以开动了，各位。可以吃了。我
哇，真的是等很久耶。哦，很久。好，开吃吧。好，开吃。先吃这个看看。可以切。哇，这么嫩。嫩嫩啊，可以切。太扯了。很嫩的。嗯。好吃吗？嗯。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好吃啊，那个酱真的好吃。搭配起来很好吃，就是蘑菇跟炖饭。我觉得吃起来不太像鸡肉哎，因为鸡肉都是那种硬硬的，这个看起来像三分熟的牛排，可是它是熟的，很奇怪。这是功力的问题啦。怎样，你有没有满意啊？这餐有肉哎。鸡肉这样煮是蛮好的。真的是多了肉，时间比较久一点。对啊，所以下次要吃蔬菜还是吃肉呢？吃肉，外卖。好棒。好吃吗？嗯。去洗碗。今天的料理应该是有成功吧？时间如果可以再短一点更好。七秒粉饼它经过了长时间的实测是过关的，但现在试看看补妆的效果，薄薄的盖上去就好了。左边呢就是一个肌肤很自然、气色又很好的状态，这边呢它就是非常柔肤、套了滤镜的那种效果。现在歌剧魅他们有留一把优惠，只要买它的七秒粉饼，既可以甩油光，又可以买一送八，再加上使用我的折扣码 Fish 的话，就可以胜者100块。那这次干妈也非常大方的办抽奖，大家记得看资讯栏的抽奖规则哦。那喜欢这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，关上铃铛，再可以的话记得帮我按一个。赞哦，我非常感谢你。那想要知道更多我的个人生活的话，记得追踪我的 IG 哦。好啦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哦，终于，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